现在太硬了，松的木头的话不用劈的，我们那个松的木头，它这个木头太硬了。劈到那么细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到时候他劈的话也得劈那么细。这刀劈得太狠。哎呀，你这个刀这么厉害。好，这个就不劈了，这个可能劈不开。哎呀，劈开了。再相机呢？啊，有相机。等一下，反正时候你可以拍。对，我就要拍视频让客户看嘛。